哎呀，你上街去跟我整两瓶好点的白酒一类，我请我两个亲家来吃腊肉。你要把客都请进来才跟我说。嘿，哎，一百你自己去拿两根猪脚干整洁，我给你买。要得。哎呀，够了，就这么多，两根猪脚干，香菜些。阿伯伯，快点拿猪脚，今晚有我亲家要的。你客都请进来。哦，来。要整那么多。我亲家要的，你早点说嘛。是不是也请来的吃腊肉啊？哦，弄过了，要得，我来协助去。哎，你这点猪猪脚干，我早就煮不下了，我煮的有弄过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啊。要得，我是结实干，猪脚干的猪脚。忙得很了，哎呦，亲家，你们两个亲家高兴了，亲家，你搞不赢了，你说嘛就说嘛，是本着龙哥，哎呀，啥子，哎呀，麻烦的每天我都不好意思的，我接到接到，对呀对呀，亲家，你给我注意拿球。猪脚干，你除了猪脚干啊，猪脚干很牛，就是喊你们两兄弟来嘛，就整两个猪脚干出去，让我们这是半价也下去噻。哎呀，你是给你添麻烦，你看我不好意思。要得走，我等他出去，先生，我们在楼街就去吃点酒。来，先生，我开始。你看我这董事长这个办公室还是可以哈。感谢我董事长亲家的邀请啊，今天。啥子羊牌？来走，我酒杯就回家喽。亲家，你看料子，你朋友啊，你喊来吃腊肉行没有？我都是喊他们来，看好子耍好子嘛。腊肉就是忙得很，他们不舍得来。你找钱肯定没得哈。哦，嗯，忙得找钱。亲家，你天天吃腊肉啊，又吃腊肉，你吃闷没有？如果你闷点儿，我来给你换两点嘛。要得要得。走啊，你两个亲家，我带你门口看哈儿嘛，尝尝哇。要得，走嘛。又有吹气了。那到底亲家是董事长啊？我董事长亲家的。看我亲家，我就是每天天日菜呀，砍日菜呀去噻。这都是长官要二哥，早晨我又没有砍料子了。你这个工作还可以的嘛？啊。反正到你别弄多少钱。好的。满级后跟请你老子儿，要的。你要来分了，适当的，这个酒你要买来，我说还是我陪你喝一下。你们两个今天不要讲理哦，还讲理？你看那你弄大一个坨骨头，那天我在又啃点骨头，对的对，谢谢你们好意，马桌子一副。今天这里还有香肠啊那些，要的肉，啥子都有，不要讲理。还讲底，讲底我就不来了。你看你酒里腊肉好香哦，香肠一香，腊肉一香。香肠这两天上好在新疆，你们两个。要得，我来解释啊，你看。你们还是整点下去噻。来来来，祝我们三亲家，身体健康。好。就是你们几个老的身体健康。要得，谢谢谢谢。到位了哈。嗯，巴适，你煮的菜好吃。我俩都急死了，我来我们几个等你吃一餐啊，我请他去来。要得要得，我来一喊你过年。要得，好好吃啊。今天你二给了，咱们接亲点去喽。今天不能喊，今天提前你也得去了哈。那不要搞今天的事情了。